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国际版体验服最近出了一个新英雄，叫做夜姬，十个坦克战士。别看他身材瘦瘦的，武器倒是很厉害，是一把电锯。看到电锯是不是想到什么电影了呢？接着来看看官方给这个英雄的技能简介。夜姬的普攻可以窃取攻击力，通过一技能可以追着敌方高武功的脆皮打。若敌方控制太多，可以带上进化来保证大招可以及时开启。看这个介绍，感觉是个很厉害的英雄。游戏中他的武器会不停的旋转，这电锯看的是不是很吓人呢？我们先来展示一下他的技能。普攻效果有点像典韦的普攻，但声音给人的感觉不一样。一技能可以蓄力，释放后敌方英雄头上会有巨片从天而降，巨片还能回到夜姬的身上，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二技能也有点像典韦的效果，但好像没有眩晕效果。三技能看不出什么效果，但血条上会有一个蓄力条，看起来在这期间会有不错的增益效果。这些技能看不懂什么意思不要紧，我们看看技能介绍就清楚了。三技能厉害了，会将所有收到的伤害转换为治疗。二技能会对周围敌人造成物理伤害，命中一个英雄就减少一技能的冷却时间，还能回复生命，也是不错的技能。一技能蓄力期间会记录收到的伤害，结束后会回击范围内距离最远的敌方英雄，对敌人造成记录伤害的 15%， 再加固定的150点物理伤害。最后一技能会回到自己身上，而回的路径上也会对敌人造成相同的伤害。再看被动技能的介绍也是很厉害，不管是普攻还是用技能命中敌方英雄的时候，都能窃取敌方的1%的攻击力。每个英雄可以叠加8层，最多不超过20层。这个英雄是不是很厉害呢？把对方的攻击力转换成自己的攻击力，那这样到后期秒人也是贼快了。那么小伙伴，你们觉得这个英雄的技能如何呢？如果上线国服的话，是不是会把效果闹翻天呢？好了，本期就到这，更多王者国际版资讯记得点击关注哟。我是伟哥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